你放心吧，我知道这两天不回家住。哎，我就不明白了，钱是你的，干嘛躲着他们呀？哎，哎呀，我找他们去，好吧，好吧。你好，你等我，爸爸在哪？那边。你说地址，我录下来。说吧。我知道了，拿着钱我马上去找你，我也爱你。哎，啊，我刚到国内。啊？什么？哎，不对呀、啊，那是我跟他两个人开着店呢，他有什么权利说卖就卖呀、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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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须本人出庭吗？啊，好嘞，好嘞，那我尽快赶回去。同志，去塞浦路斯今天晚上最晚一班，还有位置吗？凌晨两点了，可以吗？啊，可以可以，往返的 ，open 的。刚刚下飞机的。对。您确定要这一班吗？确定。这个还给你。老魏，你是个老魏。你别问那么多了，没意思。别动手！假的，这道具。出国都这么些年了，怎么还那么胆小？你怎么知道我回来的？老魏告诉你的。少提那老么的。打今儿开始，咱哥俩就没这朋友了。他就是你的亲孙子，我重孙子。喝酒。你占我便宜。不，咱们俩人的重孙子。来，这刚回来就要走，这为什么呀？本来想多待几天的，结果一下飞机，那边来电话，说店给卖了，弄不好两头都没家了。哎，国内还有我呢，塞浦路斯混不下去，回国来找我呀、啊？哎，你什么时候当的导演呢？哎，你们这行特别赚钱吗？赚钱不重要。哎，对了，我给你约几个女演员了。不行，我一见着女的我紧张。不是您紧张什么呀？我们这叫娱乐圈，那娱字怎么写呀？一个女字，这边一个无字，要去了那女的，不成无乐了吗？开车！开车！今天没有开车！对不起啊，刚才有坏人追我，不好意思啊。
师傅。哎。地服庄北里二号院。哪？哎呦，姑娘，这可不行！您没看我那后边拉着客人呢，我呀给您搁前没好打车地儿，您换辆车吧。人先生还赶飞机呢。你真那么着急吗？师傅，要不送一趟吧？大晚上的。谢谢啊。这可够绕的，您要误了飞机可别怪我啊。时间倒是来得及，还有三个多小时。真碰上好人了。哎，姑娘，醒醒吧，到了。哎，师傅，有没有塑料袋？啊？哎呦，别吐车里边啊！哎，直！哎呀，哪说理去我这？哎，你搭把手，出来出来。招谁惹谁了我这？哎呦，这味儿！哎，扶着。哇，哎呀，哎。哎，师傅，我的箱子那是，我知道是你箱子，不是？你看我这还怎么走啊？就你非要拉他，我一会儿还交车呢，我这还得先洗车去，赶紧把车先结了。不是我，你快点儿。哎，师傅，找我钱，他那份你先垫上吧，他醒了跟他要，那也用不了100呀，洗车不花钱呀。哎，师傅。哎呦，这着凉啊！这是大晚上的，姑娘，醒醒吧，回家睡去好不好？喂，大宝，你在哪儿呢？我不是大宝，您是机主的朋友吧？你谁呀？咱们不认识。是这样，您这个朋友啊喝多了，坐在马路边上睡着了。您能不能过来一下啊？你们在哪儿啊？就是在他们家小区门口啊。哪个小区啊？我看看啊。定福庄北里二号院。知道了。哎，你等着我。那行了，那你快点吧。好嘞。哎，哎呦，这怎么弄啊？这说站起来就站不起来了。哎，哪件啊？这个啊，咱马上到家了。哎，好。哎，找谁啊？啊，对不起，对不起。哎呦，谢呀。哎，别客气，腿上来。
姑娘，姑娘开门呐！我要赶飞机，姑娘，我衣服和行李都在里面呢，姑娘，要不然把衣服拿出来，我人不进去了，好不好？姑娘，你不能这样，姑娘，开门呐！我飞机赶不上了，我好心好意把你送回来，你怎么这么对待我呀，姑娘？你倒忘了你！我告诉你说，你要再喊，我就弄死你！不是我，还说，嘿。飞机是都十二点了，还领导了，你们该来了。身体不错，哪屋啊？那个。哎，开门，小一点，小一点，小夏。知道你在里头，把门开开。小李，哎，没事，你还没完了你。哥，还找俩帮手来。小李，哥，我说话不管用是不是？哎呦，打开。行，等着。哎，把门开开。哎。我说话不管用是不是？哎，我说话没人听是不是？哎呦，你干嘛呢你？杀人啦！有吗？谁呀？就他俩，就这俩。打！哎呀！哎呀！把我往上扯！追！快追啊！门吧，我要赶不上飞机，我这店就让人卖了。姑娘，快开门呐！外边都乱了套了。姑娘，你怎么不跑啊你？同志，我让你站起来了吗？我是说，要是现在放我的话，我还能赶上飞机。坐下。哎，喝了多少酒啊？没喝酒。现在的酒是哪来的呀？那个女同志的。哪个女同志？就是屋里那个女同志。屋里那个？邻居们说屋里没人呢。有人，要没人的话，能发生这些事儿吗？有人。什么人呢？就是那个女同志。你和她什么关系？我们俩没关系，我不认识她。你不认识人家，这大半夜的你光成这样还在人家门口，你想干什么呀？我叫门呢，因为我那个行李啊、护照啊都在他们家呢。你不是不认识人家吗？对啊，是啊。你和那两个同伙什么关系？哪两个同伙？邻居们反映说，那两个人是你叫来的。啊，我叫来的，对，但是不是同伙。我真不认识他们。老崔啊，嗯，你看啊，啊，三更半夜你带着两个你不认识的人，嗯，
去打一个和你没有关系的人，嗯，还要再去一个你不认识的女同志的房间里拿你的行李，嗯，你要是我，这事儿你信吗？不信。重新说。哎，我群头，对，我群头，我跟杜导演说了，我这就回去，我都办上了，他急茬的，我儿子出事了。不好意思，私生子，您放心，我给您添麻烦。我说话就回去。哎哎哎，又占我便宜，哪儿都离不开我。这导演又催上了。你不说你是导演吗？喂，你不说你出国了吗？这你怎么又回来了？怎么穿成这样？不是你没穿衣服，我给你带一件。走走走走走，挑一件吧。哎哎哎，这就一件没富裕的，其他的随便挑啊。怎么都是清朝的东西啊？荆轲不是秦始皇的事吗？电视剧没那么严谨。这怎么穿呢？这都手机啊，不是我拿的，是我一不小心揣兜里了，我现在就给你送手机来了，你快开门吧，我就在你们家门口呢。门口啊？我不在家。啊？那你在哪儿呢？你赶紧回来呀、啊、我把手机还给你，你把行李还给我。你今天说话怎么鬼鬼祟祟的呀？我不是鬼鬼祟祟，我是不敢大声说话。你快回来吧。不行，要行李是吧？先把手机送来，我看你不是坏人再说。我要行动不方便。那算了，手机我不要了。啊，别别别，行，你这样，你在哪儿呢？我去找你，好不好？我的特征非常明显，啊、嗯，那好。哪儿啊，前辈，这是哎到了吗？哎，我到了。你在哪儿呢？我在附近。我怎么没看着啊？在哪儿啊？你是哪个？我就是站在桥上打手机的那个。蹦几下给我看看。哎，看见了吗？啊！哎，哈，行了，怎么样？可以了，是的。哎，好。你好，手机。是不是外国人到中国都爱穿成你这样啊？不是，
你怎么知道我是外国人啊？昨晚你送我回的家。啊，昨天你喝多了，吐了我一身，多亏啊你那两个朋友给你打电话。我俩朋友。啊。你回我。哎。哎，你别跑啊。厕所吗？哎！哎！哎呦！我大妈，帮好帮个忙好不好？就连头色狼也太嚣张了！站住！站住！你给我站住！这么有见义勇为的吗？哎呀！哎呀！听敏捷，听敏捷啊！哎，别管，我就是叫他。你还本拉登了？你别动，别动！总算逮着你了哈！别动！俩混蛋王八蛋！行啊，你啊，灌高了你还能跑出来？看来我真的不能给你来素的，就不能来素的。滚！你混蛋！你放了我！大宝要是知道了，饶不了你！哎呦，你吓死我了！大宝，好啊，我正等着他呢。大宝在哪儿呢？你们天天混一块儿，我还叫你要人呢。跟我装傻是不是？我就不信我问不出来你。老五，丁总。放开我！哎，你们去哪儿啊？你带上我呀、啊。小香，行李。挂两回，这哥们儿是你朋友啊？对啊，他是我新男朋友。亲爱的，你快走，别管我了。说什么的乱七八糟的？哎，品味不错呀。东方，放了我吧，我把他押给你。他我新男朋友，外国人，有的是钱。大宝那点钱你就别惦记了。别听他的啊。我呢虽然是外国国籍，但是呢我不是有钱人。你们看我这个鞋，我这裤子，包括我这背心儿，都是几年前从国内带出去的。所以说我绝对不是有钱人，更不是他的男朋友。就是昨天晚上吧。亲爱的，你就别装了，装也没用了啊，都这会儿了。谁是你亲爱的？你血口喷人。你怎么翻脸不认人呢？昨天晚上谁跟我海誓山盟有难同当来着？你不就心疼你那点臭钱吗？钱重要我重要啊？都不重要。没给海誓山盟，不是你男朋友，你就是我男朋友。你姓崔，你塞浦路斯人，你抠门！我不抠门，我不是塞浦路斯人，我不姓崔。闹够了没有？你俩闹够了没有？闹够了没有？闹够了没有？还没完了，你俩干什么呢？这是，这干什么呢？这是，我那个掏出来，手冷，给我掏出来，手冷，手冷，手手双手手，给我撒开。
报警，还911，我去你的吧！我，你还真是个外国人，脑袋让驴踢了吧？光哥，911是火警，是他被踢了还是你被踢了？屎货，走！你干什么？哎，左光棍，你干什么？你拿我钥匙干什么？给我放下！没东西了，没东西了，什么都没有。没东西，手指。这是什么？手指。这是什么？用过，用过也要。给大宝打电话。他关机了，找不着他。行，嘴硬。我不饿死你俩，我也冻死你俩，冻死你俩。哎，哎，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你们要问他，你们问他，你们给我回来！你们不能捅死，你们出门跟谁撞死，和谁跟谁呛死！回来啊，回来啊！英雄啊，壮士，放了我吧，我们吧。放了你，没你我会来这儿吗？没他们能找着我吗？没你我会这么惨吗？都是你！少提我！没你我能过到这儿吗？没你我能光成这样吗？没你我能冻成这样吗？冻死我了！这是老五，这是光光，停！这小子叫什么？这个叫大宝。大宝。大宝天天见，大宝哪天见？我们差了他多少钱？也就几万块钱。几万块钱？修长安号？这是5年加起来的。就为了这几万块钱，就把我们后半生的幸福抢跑了？使劲啊你！别着急啊，别着急，再别着急，来，来，左肚子，肚子，哎，你，哎，肚子，肚子卡，肚子卡住了，收着，肉在这摆着呢，你这，哎呦，使劲啊，哎呀，你，哎呀，你不能这么拽呀，这人呢，这是肉体啊，这，哎，想不想出来啊，你人，你带着你还是人吗？哎，哎，是。上，嗯，来，哎，上，来，好嘞，好，哎，一二三，哎，哎呀，哎呦，哎呦，夹着手了，哎，干嘛呀你？那个手机，都什么样子了，还手机呢？还有卡呢，使点劲儿啊！我有办法了，我在电影里看过，用那湿衣服把这铁条这么一缠，再拿棍子这么一搅，这铁条就能弯呢。那拖吧。拖？拖什么呀？拖？这怎么拖啊？爸爸，别打我主意啊！我没得拖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呀我呀。你大老爷们儿还穿红袜子。本命年。48。36。啊，哎呀别啊了，你赶紧弄吧。得是湿的。啊，哎呀。哎呀，什么呀？你快点啊！哎呀，你别打扰我，别打扰，这是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没喝水。
你打开。坏了，钱没了。衣服在吗？衣服在。那穿上啊。啊。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回来离婚，刚一下飞机，店让人卖了。早点回去吧，这碰上你了。哎，坏了，我护照也没了，我这护照也没了，这不是害人吗？这不是啊，没护照我怎么回去啊？这不是坑人吗？这不是，这帮人真孙子，拿钱就拿钱吧，干嘛还拿我们护照啊？你别虚头巴脑的了，就怨你。四天之内我回不去，店没了，我家没了，我一切我都没了。你们之间的事情你们解决呀，你把我拉进来干什么呀？你，我拉你了吗？是你自己要进来的。哎，你干嘛去啊？我报警。你疯了你？你疯了？我钱没了，护照没了，你不让报警，你疯了？你是不是着急回去？废话。你想想看，你就一三无人员，警察会信你吗？再说了，从立案侦破到护照找回来，四天是不是早过了？是啊。对啊。你听我说，这是一个洗浴中心更衣柜的钥匙，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老追着我吗？我男朋友大宝和关关合开一个修理厂，关关一直黑着大宝的钱，这次大宝就把他那笔钱拿回来了，关关就不依不饶的，那笔钱就在这更衣柜里。你坐。这事儿跟我有关系吗？本来我是想拿这笔钱和大宝远走高飞的，不过看在咱俩患难的份上，你人也挺好的，算了，钱我不要了，给你换护照吧。谢谢。只是这事儿还得你去办。为什么？这更衣柜在南滨部。这混蛋大宝永远关机。光哥，你说大宝那孙子能把钱藏哪儿啊？我怎么会知道啊？光哥，那帮搞装修的不会找上门来吧？他们可都是有队伍的，那要办咱们搞汽修的，姥姥。咋子？钱不在我这儿，钱不在我这儿，别别了，在大宝那儿，钱在大宝那儿，小夏是大宝女朋友，找小夏就能找到大宝。记住了，会员263，会员区啊，263。先生你好，嗯。263，南滨一位。
先生，请留步。二六三。啊，知道，请您先在这里换拖鞋。啊，明儿吧，明儿给你拜了。嗯，没问题，没问题。这点小事你也办不了。那这么着吧，你等着，我立马过去。啊。怪了，刚才好好的。先生，你有事吗？没事啊。你有事吗？啊，我没事。多少钱？问你啊，多少钱？滚！走吧，跟哥哥洗个澡去。滚！来脾气了是吧？啊，哥哥教你怎么做人啊，知道哥哥是干嘛的吗？真好吃啊，再来一份。服务员，换回护照的啊。服务员，买单。钱不够了吧？坐起。你们到底是干嘛的呀？你们肯定是你拿错了。我没拿错，你告诉他会员区二六三。那钱呢？我还问你呢，这东西到底是不是大宝的？你傻呀你！大宝有这个，能怕光光他们吗？肯定是老王看上眼看错了。我没看错，会员区二六三，钥匙不好使。生生让我拽开的，拽开！您好，您今天一共消费了2580元。哦，我们一会儿还要再点点菜，稍后买单。好的。
身上你不到一点的功夫，死罪都犯了，你居然让我帮你偷枪。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怎么买单，不然没个警察带走也被厨子打死。凑凑吧，这个就是值顿饭钱吧。卖了我也不能卖了他，我妈的嫁妆留给我前妻的。那怎么在你这儿？前妻吗？你听我的吗？不听。那就等警察来吧。听。你是经理吧？啊，是是。哎，你好。我们是工商时报的记者，我姓纪，这是我们曾副主编。你好。你好。最近呢有很多读者反映啊，本市多家的饭店由于不明原因引起食物中毒，这后果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我们今天也就是刚出差回来，撞上了，还真不是特意来暗访的，是吧？怎么这么不小心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了，啊。买单吧。你看多少钱？算了吧，算了吧，这单免了吧。啊，紧急插播一条协查通报，近日我警方破获一起假扮公务人员诈骗及抢劫的团伙犯罪案件，主要犯罪分子悉数落网。警方在搜缴犯罪分子作案工具的过程中发现，一个藏匿作案工具同时又是本案物证的更衣柜被撬，窃贼徒手撬开更衣柜，盗走黑色手提包一个，内有重要物证。据目击顾客称，犯罪分子嚣张程度令人发指，该玉成违章安装的摄像头正好拍下了犯罪全过程及犯罪分子的正面图像。一号国际足联委托香港总公司来到地主监督局。你个大笨蛋！执法人员正在现场，咱们还是把东西上交吧。我听说呀，国内对我们华侨有优惠政策，你帮我分析分析，像我这种情况，如果上交的话，会不会从轻处理呀？小夏，人在这儿呢！哎呀，怎么什么人都追你啊？追啊！佛门圣地不能杀生，佛门圣地不能追你着呢，臭流氓！朋友，你混哪山头的？咱们认识，花果山的，不认识？不认识，你走，把妞给我留下，她对我很重要。就不给你那妞，她对我更重要。朋友，我这帮兄弟可都指他吃饭呢，我全是他回家的。你傻呀你？这么大人不认识家？后退！再后退！追！
这些人为什么也追你啊？应该是为那笔钱吧。那咱们就在这儿待一宿啊。再待一会儿，等他们走了，我领你去个地方。哎，这什么地方啊？这是我和大宝的家。那什么地方啊？那是我朋友家，我帮他看房子。随便坐吧，有水自己倒。光光老五那智商，打死他们也想不到我们会到这儿来。夏，刚才在路上我想了个办法，你帮我分析分析看看行不行。明天啊，我想把枪啊再还回洗浴中心，然后给派出所打个电话，就说枪还在，这是一场误会。他即便不信咱枪在这儿呢，他也不会抓我。如果顺便再把咱们这个钱拿回来换回护照，这不更是锦上添花吗？你去啊，你还啊，你自投罗网，洗浴中心谁不认识你啊？是啊，对啊。哎，我想起个人来。人生就是一杯苦酒，别人看见我的时候都是我风光的一面，其实我的感情也受到过伤害，直到遇见了你。哎，秦老师，我你什么都不用说，我懂。我们搞艺术的都有一颗容易受伤的心灵的伤害。我会永远的照顾你。接电话呀，这个混蛋！你丫怎么骂人呢？哎，那个，我是老崔，你在哪儿呢？你丫是没走还是又回来了？你就别问了，你在哪儿呢？我找你去。我跟他说到哪儿了？啊，老崔。嗯。你明天拿着护照就走了？啊。塞浦路斯。塞浦路斯什么样？挺好的，暖和。那你这次回来是？主要是离婚吧，在国外干了7年的餐馆，本打算赚点钱把老婆接出去。头些日子老婆告诉我说她怀孕了，孩子不是我的。你恨她吗？谈不上吧，什么事儿都不是偶然的，他这么做肯定有他这么做的道理。你就是太老实了，你老婆太不像话了，你这年也是为他好啊。哎，小夏。嗯，你那个大宝对你怎么样？还行吧，我跟大宝商量好了，等我们有点钱了呢就开个火锅店，我最喜欢吃火锅了。好啊，
哎，小夏。嗯。你给我换护照的钱，不是准备开店的吧？这个你不用操心了。哎。小夏，你呀，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其实你挺仗义的，我碰着你呀，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睡吧，明儿还得早起的。嗯。哦，对了，明儿你就穿大宝衣服出门吧，大白天的，省得人认出你来。崔国庆，小子，你早就来了，我这有急事儿啊！有什么急事儿？组里有规定，外人不许随便叫。我是外人。那个，这我女朋友。哎哎，你好，崔老师。啊，崔老师您好。哎，你好。打扰啊。小夏。哎你好，你好，群岛。啊、哦，你好。哎，你好，你好，坐坐坐坐坐坐坐。腰怎么了？裤子有点瘦。啊。你啊，嗯、还得帮我个忙。这忙我可以帮，借钱可没有啊，跟钱没关系。你上一澡堂子帮我拿点东西。不，我这走不开啊，我得拍戏呢。哎，再说你为什么不可以去啊？我不方便，我要方便我能找你吗？让他去。男澡堂子啊。那我从世俗里会找一人、啊。不行，这事儿就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完了他知。还是你去，我是艺术家，咱可以塑造啊，塑造啊。一进门左手边有一个洗手间，把东西放那儿最好。啊，哎，眼镜儿，别忘了你是男的。行。不好意思，先生，我们今天不营业。啊？哪天营业？停业整顿，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门。啊。那你去问警察吧，他同意了就能走。凭什么呀？您看也不能您这不开张，东西拿不出来是不是？没这道理。再说了，你们这人我都认识，数你最漂亮，你人最好。您跟那警察叔叔说说，帮我不用拿了，啊！你就甭跟我这贫了啊！我真着急，那东西我特重要。整的都是警察，进不去。放心吧，枪给扔了。那钱怎么办呢？看看有没有后门，走。
必须得进去啊。不行，太危险了，想个别的办法吧。再危险也得去。下。因为我这护照给你添这么大的麻烦，对不起啊。行了，你别管了。下。你要被抓了，把我也供出去，有罪咱们一块担着。行了，你别乌鸦嘴了。别提球啊，一提都是眼泪。哎，你干什么的？可不让进，你不知道啊？这是火器，不是枪。什么时候换护照去？马上，马上。哎，哎呀，大宝还挺心细的啊，还配个验钞机。富兰克林，你这个老头，为了你，我们费了多大的周折？嗯，小老头呢？什么小老头？你看啊，这是一个大老头，里边应该有个小老头，没小老头。假的，你看，全是假的。大宝呢？他们现在肯定到处找我，我就没法露面了。记住了，会员区263，
别害怕，这钱是我们今天追回来的，我把它扣下了，这是我这几年应得的。记住，拿到钱以后马上给我打电话，我在旅馆等你，不能找光光，最近你也不能回家，到时候我再跟你解释。小夏，我向你保证，他们俩肯定不知道这是假钱。因为你想，咱们是一手交钱一手还护照，等他们发现了，黄瓜菜都凉了。啊，准备出发。回头呢，你跟大宝到别的城市开个火锅店，我回去再入住。等他们知道这是假钱了，我们分别已经无影无踪了。小夏，小夏，哎，哎，光光吗？是我，我是老崔。老崔，你就是挂好几回那个。好几回？你不是想要大宝的钱吗？不瞒你说，钱就在我这儿，可以马上给你，但是有个条件。条件？得把护照还我。护照？对，塞浦路斯的护照。你们也太无聊了，偷一个无辜人的护照，你们觉得有意思吗？好了，不说了，在哪儿见面吧。谁啊？是我。你怎么才来？嗯，大宝，钱是假的。你说什么？钱我都取出来了，10000美金，可都是假钞。你是不是在逗我？真的，大宝，你被人骗了，咱们走吧，咱们离开这儿吧，赶紧走。你是怎么取的？有一个朋友。朋友，谁啊？说！大宝，你竟然掉包了，知道吗？大宝还能掉包呢？你怎么知道没被掉包？说！我告诉你，少他妈跟我废话。赶紧把东西给我找回来，听见没有？哟，你好啊，玄关人。上次我是给你俩开了个玩笑，我知道你俩能跑出来，没生我气吧？无聊。钱，我的护照呢？那我得先看看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你自己吊的，跟我没关系啊！把护照还我！护你大爷的照！快点，快点，快点！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抓！抓住他！哎，停！停！导演，今儿戏还行吧？导演还是概念化的，人物内心世界的情感的表达，我觉得还是你很早了，你很早了，你很早了，你。光哥，扎住了啊！对不起，假钱丢了，护照也没还回来。护照一直在我身上。你就完了啊！骗子，大骗子，大个超级女骗子！你一直在利用我，你一直利用我，我全明白了，你一直在利用我，我招你惹你了，你一直在利用我啊！啊啊！我真的需要人帮我，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好人就能这么骗吗？再见，永别。我做错了什么？都怪我。你还哭啊？你还有脸哭？你还觉着委屈了，是吧？应该哭的是我，我让人护照藏起来了，我回不去家了，我店让人卖了，我让人骗得欲哭无泪。我把大妈拿钱，他赶我。那是你们之间的事儿，跟我没关系。我把你还钱，我做错什么了？你们都怪我，我错了，全世界都怪。你别哭了，行不行？别哭了，好不好？来，喝水。哎，你别装啊！你别吓我啊！手下，手下，你是别人家属吗？是。她怀孕了啊！昏迷是因为贫血，再加上精神紧张、饮酒，这都是诱因。照顾好病人是你的责任，你比他大那么多，他不懂，你还不懂啊？你有钱了，老崔？你哪来的钱给我看病啊？你打算怎么办啊？这孩子？不知道，再想想吧。听说生孩子特疼，是吧？我也没什么经验啊。老崔，你这儿呢？就是生小孩肯定不能一点不疼。我问你这儿呢？也不能太疼。你是不是把它卖了？你不说卖了，你也不能卖了它吗？我没它好卖。
你干嘛去啊？取药。这不在这儿吗？我前妻和她丈夫。老崔，真巧啊。老崔，好久不见了。哟，你们俩认识啊？你可真够仗义的。你是谁家小孩啊？没大没小的。我是崔家的呀，我是老崔女朋友。哟，老崔，刚单身就交个美女啊？老崔没跟你说吗？我们都好了小一年了，你不会看不上我们这些傍大款的女人吧？她算什么大款啊？最多也就是个大爷。大爷好啊，大爷会疼人呐。老崔可会疼我了，有空就飞回来陪我。哎，你也有小宝宝了？哎，老崔，明年这时候就跟我们小崔可以订娃娃亲了。看你的样子，闺女应该不错哦。谁说我非生闺女了？啊？谁说我非生闺女？我非生个闺女给你看看。啊，儿子！我没说什么呀，怎么就急了呢？别急呀、啊！行了，行了，走吧。怎么样？解气吧，我不光是一累赘吧。行了，别绷着了，心里还爽吧？不跟你说了。小夏。我就不上去了。你签完票还回来吗？他们还能找你吗？他们知道钱不在我这儿。你这是干嘛？给孩子的。拿着。老崔，如果来得及，能回来给我做顿饭吗？时间紧了点儿。得了吧，肯定你手艺不怎么样，不敢给我做吧。再见。老崔，我能问你个问题吗？哎。箱子那么沉，干嘛不拖着走啊？费轱辘，走吧。哎，谁啊？老崔。你不是说我手艺不行吗？我露两手。这结尾太远了，这太感人了，太感人了。你丫烦不烦呐？这书本来就感人嘛，光给我发现你冷血动物。你个屎货！光胖子，你别闹啊，这拉外边了，我这。给我闭嘴！说了你就不信，真的，这书写特感人。你看这结尾写的，想不到就死了，他都。关。擦擦。
老崔，祝你在那边万事如意，上庭成功。哎，你不能喝酒。为什么呀？孩子。你知道吗？你这人有一优点，你胆小。我听着怎么不像夸我呀？就是有安全感呢。老崔，我想把孩子打掉。我姥姥过去也怀过孕，那孩子要留着的话，我们就不至于离婚。以后打算怎么办？以后的事谁知道呢？再说吧。反正不管怎么样，要学好，要不然可惜了。你这人说话怎么跟我爸似的？争取吧。你也听我说一句话，你得学坏点，你真太老实，让人欺负。尽量。哎，你这什么逻辑啊？这是。这给你。干嘛？你的手机让光哥给砸了，赔你一个。回去吧，凉。我送你去机场。行了，你可别送了。你要送，指不定又出什么事儿了，还是让我顺顺当当的回去吧。你真烦，怎么还躲呢？以后踢不着你了。抱抱我。行了行了，你走吧。孩子，再见了。你妈脾气不好，别惹你妈生气，让你妈每天高高兴兴的，然后你们娘俩开个火锅店。回头崔大爷给你们打工来。你真磨叽，走吧。老崔，拖着箱子走。费轱辘？你不嫌费力气啊？我有的是力气。拖着。哎。笨蛋。
钱呢？老崔呢？谁啊？老崔，你别来！老崔，小夏在我手里，40分钟内赶到角楼。如果来不了的话，你就等着收尸吧。你谁呀？你猜。哎，我到了。一个人吗？啊，是。报警了吗？肯定没报警。小霞在哪儿呢？抬头看。老崔，你快走啊！你这个笨蛋，你回来干什么？谁让你回来？光光，什么人？又见面了啊！光光，你干啥？老崔是吧？我问你，钱呢？啊？钱在这儿。大宝，你放了他，他跟这事没关系。大宝，大宝！哎呀，我说的是美金啊！你还装，你还装！大宝，那钱是假的，都老崔他没拿。你把嘴给我闭上！闭上！啊！你跟我说那一万美金呢？没拿到钱，你往国外跑什么你？老五，光哥，我来接你来了啊！什么？我来接你来了！你放开！啊！放开！你给我起来！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把嘴给我闭上！大宝，她怀孕了，她怀孕了！什么？她怀孕了！你他妈散开！啊！你拿完我钱，你还是我，你是我女人，你还干什么？啊！到底怎么回事？大混蛋！到底怎么？你大混蛋！你大混蛋！啊！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宝，你混蛋！钱在哪儿？说啊！啊！哎，老崔，那笔钱是我救厂子的，我可就这么点产业。今天你要是让我没活路，我可也没法给你活路。我真没拿你们的钱，放！啊！哎呦！老崔，老崔，小夏，你俩都不想活了是吧？下去，给我下去！老崔，你报警了？上面的人听着啊，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还真报警了！老崔，以后我们就不客气了，我们就真的不客气了啊！老五，没想到我打你的屁股！快点，走。出来吧，坏人都走了。快点啊，出来啊！来人了，救命啊！来人了，救命啊！快给我扒了，转树挂，转人！老崔，没事吧？我说你走得了走不了啊？啊，今儿这什么事儿？这是不？那俩要是歹徒，我告诉你，我可干不过他们啊！那我就干得过啊！要不然找你呢？不，你可以报警啊！这是在祖国，你要相信政府，知道吗？我不是有点事儿没跟政府说清楚吗？我，你给我进去吧！我操！大哥，您看我那份儿。哎！那。光哥，你宝哥，我是卧底，真的。哎呦我这，哎呦我怎么了？我跟你们谁走？哎呦，哎呀，进来进来，我错了啊！老崔，哎，
你还敢签机票吗？啊。我累了，陪陪我好吗？我回去打完官司再回来陪你，行不行？老崔，你看这上面有东西。什么？嗯，这是个字儿。省。省。这是这物。物。幺三 B， 找幺三 B。幺三 B。幺四 B。这不对。博物馆挖掘路线图，咱们报警吧。往哪儿跑？把钱给我拿出来。那花小栓，你要干什么？把道具给我放下。把人放上啊。经理，经理，干嘛呢你们？啊！拿过去，你们几个站过来，站过来。东三，东三，请求支援。这大半夜的，你们闹猫呢？五中北里二环。啊！收到，收到。六队马上过去，六队马上。回局里再说，赶紧走。你报警了。快！哎呦！活该！下次扰民我还报警。你要干什么？大哥，谢谢。有病吧？正所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近日，我警方在处理一起生活噪音扰民的投诉事件中，意外地破获了一起持刀绑架案。更令人意外的是，在这起绑架案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之前，犯罪分子李建国已被警方逮捕。两年前，他利用为某博物馆进行装修的机会，偷偷绘制了一张通往该博物馆珍宝馆的地下路线图，并将该路线图绘制在假钞上，企图掩人耳目。李建国落网后，警方对其身份进行了核查。李建国，北京市东城区人，近年来以装修公司为掩护，从事收购报废汽车翻新后出售的。
你就是夏天吧？是啊。你认识这个人吗？老崔，你怎么没走啊？临走之前，警察同志让我把枪的事说清楚。好啊，这事我最能说清楚了。哎呦，我这麻烦又来了。哎呦。最